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起弹吉他，我是林飞老师。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陈奕迅的《然后怎样》。然后今天用的吉他呢是来自蓝顿的 LM18， 这是一款手感跟音色的特别棒的红山面单吉他。如果想拥有同款的话呢，可以到淘宝搜索店铺喵了个亿详细咨询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用到和弦有哪一些。第一个和弦呢就是 C+9 和弦啊，就是无名指按住五弦的三品，中指按住四弦的二品，然后小拇指按住二弦的三品。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和弦呢是 C+2+4和弦啊，然后这个和弦呢其实就是在 C+9 的基础上，然后食指按住一弦的一品。再下一个是 EM7 和弦，食指跟中指按住四弦跟五弦的第二品，然后无名指跟小拇指呢按住一二弦的第三品。再下一个是 F7，这个是一个反扣的和弦，食指按住二弦的一品，然后中指按住上下二品，无名指按住五弦的三品，小拇指按住四弦的三品，然后大拇指反扣住六弦的一品。再下一个呢是 FM 和弦，这是一个大横按和弦，食指横按住一品，这两个手指是刚刚上一个和弦是没有变化的，就是还是在四五弦的第三品。下一个是 AM7 和弦，食指按住二弦一品，中指按住四弦的二品。再下一个呢是 G+4 和弦，那这个和弦呢其实就是在 G 和弦的基础上，然后放开无名指，食指按住二弦一品。最后呢是 DM7 和弦，这是一个小横按和弦，食指横按住一二弦的第一品，然后中指按住三弦的第二品。好，这首歌前奏呢只是两个小节的纯扫弦，而且它的扫弦整首歌一直在重复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节奏型，下下下上空上下上下上下上，然后我们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就是我们比如第三拍的时候呢，我们给它弱一点，你看空上下上下上下上，第四拍然后我们再稍微用力一点。前奏和弦是在第三拍的那个延音线，后面，就等于说我们是第三拍的第二个音开始去换这个和弦，然后去扫下下下上空上下上下上下上，好，就是我们食指去做变化就 OK 的。好，比如前奏我们来试一下，好，然后接下去呢就是跟着和弦去做变化了，然后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地方会不太一样，就是它是前面三拍是一个和弦，后面一拍是另外一个和弦，比如说看这个小节，你看前面三拍是这个和弦，我们第四拍的时候呢去放开我们的食指，就变成了 C+9 和弦了，然后再往下在这个小节，下下下上爬音，然后前面一段的话呢我们可以力度可以大一点，比如说的收尾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力度稍微放轻一点，比如说我们从前面开始，我们试一下，你看，是力度上面就有一个变化了。然后一直到结束的地方呢，这一个 FM 和弦，这个小节的节奏跟前面是一样的，你看下下下上爬音，然后最后爬音结束。好，那这首歌难度点主要还是在于和弦的一个变化，因为它的节奏基本上都是在重复的，但是节奏上面的变化呢大家要注意，就是力度要有强弱之分，千万不要去全部是一个力度去扫弦，我们可以在第二拍跟第四拍稍微重一点，然后第一拍跟第三拍呢稍微弱一点，它就有一个层次的一个分明了。好，那这首歌的难度点就是这么多的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，或者是你已经掌握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话题一起弹吉他参与互动。